咁我係阿 May 啦。咁上次咧都少少嘅分享，今次咧就特別集中翻喺我讀完輕鬆得勝嘅時候咧，我有好大嘅改變啦。咁嗰種嘅改變咧，好得意嘅。咁最初嘅時候咧，未讀之前咧，其實我喺侍奉裏邊，因為我係全職侍奉啦，咁我喺宣教嘅裏邊咧去做啲幹事。咁所以咧，我有好多時咧都係隻身咧去到社區裏邊服侍人啦。咁有好多時雖然有團隊，但係自己成日都會覺得好大壓力啦，或者甚至去服侍人嘅時候咧，人咧佢有選擇權，我尊重佢嘅時候咧，會覺得有時明係知道唔得嘅時候，佢哋又係唔可以自己行多一步嘅時候咧，我裡面好痛啦。好唔開心，希望佢哋能夠可以行多一步，但係事實話俾我聽，現實就冇咯。咁所以我咧好多時咧都會令到自己唔開心啦。咁常常為到我嘅受眾咧而覺得心懷不平嘅。我喺裏面咧因為工作壓力大嘅時候咧，我夜晚經常都失眠啦，有發惡夢啦，有時咧夢見一啲上司咧會意見不合啊，有時咧會偷竊咧即係唔係話上司偷竊我，而係咧成日好似咧俾人打劫去一啲黑暗嘅地方咧，成日俾佢偷錢啊，咁咧經常喺夢境裏邊出現。但係咧，當我喺嚟到呢個參加侍奉之後咧，神好奇妙地咧俾我有喺靈裏邊咧有一種嘅喚醒啊，當我被聖靈感動的時候，來到參與的時候，在禱告裡面，神告訴我，我好像一隻狗，這個狗是很忠心的狗，但是我們很多時候，我彷彿是我經常以為神他不看這隻狗，就看第二隻狗咯，所以我就很不開心，經常都要照顧其他人，但好像都忽略了自己的需要，所以我就覺得神即係有少少埋怨唔體諒神嘅心情啦。但係當我翻到嚟嘅時候咧，喺禱告裏邊咧，發覺自己有好多唔開心啦，發怨言啦。咁於是翻咗兩堂嘅時候咧，就因為有碌屎啦嘛，有輕鬆得勝啦嘛，咁啊揸住嚟刨啦嘛。咁刨下刨下嘅時候咧，神嘅話語喺我裏邊咧再剛強壯膽，令我咧好得到神嘅金句嘅時候咧。佢嗰種嘅激勵咧，係話俾我聽，我係得嘅，我可以恢復我嘅喜樂嘅，我喺侍奉裏邊應該係得力嘅，所以咧恢復我嘅屬靈嘅身體嘅時候咧，我係例如有一個例子咧，就喺同工祈禱會嘅時候咧，我同事咧好口直心快咧就話俾我聽，阿 May 你唱歌好低 key 嘅，麻麻地啊，哎呀我唔同你坐你隔離啊，費事你影響我。但是在以前來說我會生氣，我會覺得搞錯了，被拒絕的感覺很不開心，但是當一下聖靈的感動再提醒我的時候，我發現神是告訴我，我是看重人的心，不是唱歌的技巧，不是你把聲音漂亮我就會喜歡，我是看到神說我是他的器皿，你很寶貴的，你雖然低音，低音都我中意噶。咁啊，低音嘅時候係你專心去敬拜我，我都喜悅你嘅。咁喺刻裏邊咧，我就接受咗自己個音域咧係真係低啊，低唔低咯？咁所以咧，我確信咧神咧睇我係一個好寶貝嘅兒女。喺神嘅計劃裏邊咧，我識得揾翻喺輕鬆得勝裏邊曾經提過，喺神嘅計劃個裏面好奇妙地咧。凡事都能的，不過是要我們去合作，是要去嘗試和去學習，所以我拋低那個面子了，所以除去我 一切的雜念，我在這個弟兄面前就會心回笑了一陣，接著我就說哈哈，其實低音都有低音好聽的，這樣不用那麼怕，低音都有低音的情感的，多謝你讚賞，那我就即解決了當時的尷尬，但是我心裡面呢發覺那個聖靈的提醒呢其實是真實的咯，正正我在學習這個輕鬆得勝的時候呢，我面對不同的環境在個自我的形象或者信心上面呢，其實在每個生活的狀況呢，我都自己自我反省和測試啦。當我去測試的時候，有一次呢我有兩位同事呢又因一小事去鬧交，跟住我就在旁邊看到的情況呢，我去了解那個情況啦，我發現呢其實呢他們兩個呢都
好唔開心，所以咧我就分別都個別去傾談，啊同佢哋傾下偈，講下佢嘅感受。佢哋咧就話俾我聽，我好嬲啊！阿 A 君咧就話冇聽我講嘢咧，又做嘢啊！阿 B 君咧又話啊，我唔需要啊，我分享咗啦，我需要，我點知你叫我做嘢啫？咁其實咧，佢兩者之間都有各自嘅啱嘅地方。但是在溝通的裏面他們大家都誤解對方，但是令到那個關係受到阻礙、啊、我看回他的時候我就去、理解自己在以前同樣我都一樣是很負面，一樣都對神有發怨言，我有很多時候覺得自己不得的地方很有壓力的時候，其實我看到現在、弟兄姊妹去吵架的時候，其實我們都很想去和諧，好想去原諒對方，去能夠去維持呢個和平啦、良善啦、仁愛嘅果子。但係點解我哋唔得呢？原來係其實我哋睇到個問題咧，係冇去捨棄自己個觀點，而係成日都話自己啱咯。但係其實可能兩個都啱嘅時候，就可以連出對方，大家行嘅時候咧，同理心咧，去處理問題，咁、那個問題咪解決咯。咁最終咧，嗰兩位嘅同事都和好啦，啊，好開心咁去相處同埋去工作。咁我睇到咧，原來解決個問題嘅時候，當我留意到自己嘅感受同埋人哋感受嘅時候，個環境係會有改變嘅。我的負面情緒咧，好似神話俾我聽，這個就是你的鏡子，你以前就是咁嘅，而家你已經可以得勝了，因為你知道神的話語、神的看法、我的心腸是怎樣的時候，你跟住去做呢，你會發覺不一樣咯。我覺得很正正這樣就能夠可以令到我去走出個困局啦，不單止幫到自己，更可以去幫助人、安慰人。我覺得這個力量是我成日想學求的，主給我能夠可以去侍奉呢，是真的很奇妙和很好啦。第三樣咧，其實喺輕鬆得勝裏面咧，我係學點樣去處理我嘅潛意識啦。咁我嘅潛意識其實我有啲常慣嘅習性咧，有時喺因為我頭先講過我失眠啊，好多係壓力嘅時候，喺侍奉裏面會覺得自己唔能夠自由，所以我又好敏感啊，好多時咧都唔想咁嘅，但係咧都個效果做得唔好嘅時候。點樣可以改變呢？所以咧，我就去學習喺侍奉裏邊咧，放低自己，反思自己。跟住我以前發噩夢嘅時候，透過咁樣嘅去祈禱，話俾神聽，神啊，我知道你愛我。啊，今日咧唔需要咧係睇翻人點樣睇我，我只係可以睇神。跟住好得意嘅，我啲噩夢咧唔見曬喎，哇！夜晚咧其實瞓得落喎，哇！咁啊又開心喎，夜晚發夢咧，除咗好夢之外咧，仲發現咧我個老闆以前啲老闆咧成日鬧我依樣唔得嗰樣唔得，啊你都係失敗者嘅。但係今日咧佢咧話當我夢境裏邊咧話俾我聽，同我嘅上司傳道人咧合作得好好喎，意見好合一喎，你去做乜嘢就去做乜嘢啦。咁喺夢裏邊咧已經回應我的訴求，所以咧我好主動咁樣咧去翻去神嘅度啊，讓神嘅話語嚟充滿我嘅時候，我發覺原來我個愛咧俾神咧去包圍，佢好飽啊！有時咧我會感覺咧喺個靈嘅裏面咧，其實喺生活裏面係可以摸索到、追尋到可以實習嘅。不過咧當中咧，其實我會發現係我肯唔肯放手，我識唔識即係唔好比較，我心裏邊容唔容納到神喺我裏邊多啲嘅喜樂，多啲嘅讚美，多啲嘅欣賞。我嘅生命咧其實係咁樣砌埋咧，就係喺你而家面前嘅阿妹咯。所以咧其實可能唔係完美，但係我係盡心忠心喺服侍主。我相信喺神嘅教導嘅裏邊，神嘅輕鬆得勝喺我裏面。是會幫助我更加的在服侍主裏面更加得益的，多謝主。